姑娘，谢过公子了。这荒郊野外的，姑娘怎独自在此？搭个伴儿可否？方才你确实救了我，不过不该你问的事儿，你就别问。姑娘，对在下的样貌可还满意啊？你别跟着我了。这大陆朝天各走一边，姑娘这话说的。 好生霸气啊！你，他肩上有伤，而且有药味。姑娘，真是好声好话，这荒郊野外的，怎敢调戏于我？虽说方才在下救了姑娘，但姑娘也不至于以身相许啊。谁要以身相许啊？ 把衣服给我脱了，灵儿，这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太好吧？我让你脱你就脱，伤还没恢复好呢，再缓2天吧。我自己来。 就要走啊，莫不是见青影在这儿，故意避开吧？青影姑娘，你可真会说笑啊！本王妃为何要避着你啊？我只是觉得，和一个青楼女子在同一个酒楼吃饭，会影响食欲。我是青楼女子不错，可五王爷，不也是我的入目之？ 没事吧你？肩膀疼。来，灵儿，你真好。灵儿，你不生气了？追出来干什么呀？怎么不和你的青影再好好温存温存？ 他才不是我的，灵儿才是我的。嗯，灵儿，你好香啊，比那个青影香多了。以后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靠在你身上，就别碰我，脏。 不让他们靠近我，他们要是靠近，我就躲，让他们摔倒。灵儿，
想起我。苗疆大军已深入我大延30里，边关告急。如若援兵未能及时赶到，恐边关失守啊！这帮可恶的苗贼！冷将军，我大延国的兵马粮草准备得如何了？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发兵？今晚就可集结完毕，明日一早即可出征。好。有冷将军在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，冷将军，这苗人向来诡计多端，狡猾奸诈，这军中还得需要一位督军来帮冷将军分担重任呢。可是这督军的人选，朕还一直没有想好该由谁来担此重任呢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人选，可担此重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五皇子，赫连轩。轩儿。那日他会父皇挡箭，足以证明他的勇敢和忠心。这宫中，恐怕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。嗯。臣儿所说的，也是朕之所想啊。自从上次轩儿救驾，朕也看出来了，他也并非软弱无能之人，正好趁此机会让他跟冷将军锻炼一番。冷将军，你以为如何呀？怎么，冷将军有什么难处吗？臣没有，就依陛下所言，请五皇子做大军督军吧。好。来人，宣旨。